接带走。我直接带。OK。那我们俩会先操作一下哦。好。你可以坐这边。那还会做肺功能检查，然后吹气，看那个肺活量。那其他没有做的都帮你画掉了。好。你的鞋子跟袜子换下来，帮我放下面地上这边。好。鞋子帮我换这双。好。有身上有没有带项链、戒指，或是金属的东西？这边先量个身高体重。好。我们东西可以先放这边的，放轻松啊。好。所以片表还有一张，这个我拿了，保险表付钱还没拿。所以好，我们血压12985都正常哦。正常吗？对。好。立刻先生。好。胡先生，我帮您绑一下。医生，邱先生。我立刻找你来查。他告诉我。好。那我要贴问诊的。等一下下去的时候会有点痛哦，然后我们再忍耐一下哦。好。好，来用力深呼吸，来吸气。东西吸气，好，然后抬高了哈，抬高，好，加个15到20分钟，没有流血之后我们再放开，这样可以了，阿妈面子稍坐哈，没有没有感觉，真的，好，好，好，外面坐一下，好，好，继续。是什么药？没有，没有了哈。我看一下 ，smoking， 头发根。戒烟了。哦，戒烟了，戒掉的了哈。戒，你们喝酒？这没有，还没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。哦。哦。清楚，按这颗。好，好。OK 吗？对。这边。74。然后。听力 OK 吗？对 ，OK。好。仪器才可以停止。这是什么？肺活量。肺活量。对。好。我看。108。这里，这里，第二个。半分的意思吗？对。哦，所以没问题。可以。邱先生哈，我是李医师。嘿，哎，那我们这个今天检查初步结果出来，跟你说明一下哈。我们今天肺部是有做那个电脑断层，肺部检查是没问题，这个是我们正面心脏两边肺的地方，这个图它是我们从上面做扫描，
然后肺目前检查是没有看到，是 CT 的吗？对 CT 的、嗯、对对对，这边是检查是 OK 的，没问题、哦、肚子的话就你那个可能体重比较重，那个脂肪肝脂肪肝比较明显。第一个我们看的是胰脏、啊、那超音波底下因为胰脏在我们肚子比较中间的区域，前面会被胃挡到，所以胰脏通常我们比较难整个看得很清楚。然后肝脏脂肪比较多，所以它脂肪比较多的地方它的回音看起来会比较白比较亮一点。肝里面脂肪比较多的意思吗？对对对对对、啊、所以怎么处理？运动运动啊，减重啊，糖分啊，热量的高的东西、哦、比如说零食、饼干、蛋糕、甜点、油炸的含糖饮料的东西可能要少碰，还要多运动。好、哦、宵夜尽量也不要。好 OK。 那其他部分是除了脂肪肝，其他是没有看到什么异常。这个是胆正常，它、啊、右边的肾脏、左边的脾跟左边的肾脏，这个是都 OK。 好，然后我们今天有做那个心电图，心电图看起来的话那个心率是都还算规律啦，那一分钟65下正常心率范围，心电图也没问题哦。对，目前初步看起来，这图我们会再给心脏科医师看过啦，不过我初步看起来我觉得没有明显看到异常的地方。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抽血，抽血第一大项血液的血球，白血球、红血球、血小板这个都没问题。然后你的血糖有稍微有一点点高，这个是空腹血糖，一般要在100，你是113，太高。对啊，另外一个糖化血色素 6.0， 以我们医院的标准刚好也在那个临界值了，所以一样就是注意我刚刚讲的那些糖分热量的东西少碰，运动啊，如果体重能够减，维持那个血糖不要再往上升，那大致上目前还不到要服药的程度。好，然后另外一个比较高的是 cholesterol 吗？对 cholesterol， 但是胆固醇。那我们有做那个 low density 的 cholesterol， 就一般我们所谓的 bad cholesterol， 一般人理想是在130啊，你是155啊、所以跟红肉啊、牛猪肉制品或者是这个内脏类的东西、哦、还是我刚刚讲的那个西式甜点、蛋糕、零食、饼干那些东西可能要少碰、哦、好。然后尿酸、肾、肝、胆这些功能指数是都 OK。 我的肝没问题吗？肝指数目前是没问题、哦、但是 你有脂肪肝还是要去注意，因为有些人脂肪肝也有可能肝指数会高、只是我们今年检查是正常的，活量这些指数是都还好，都还好。哎，这个肺功能是 OK。然后我们今天检查的话都还 OK。好，对对对，好，大概初步检查是这样，之后我们会再寄正式报告，收到报告您内容再看一下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生日축하합니다，生日축하합니다， Happy birthday， 太多了，太多了。